最后是 Ronnie 的专案，所以你电脑没电了，好，马上支援。哎，不对，我开错了。就这个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那感谢今天有很多朋友帮忙，所以目前的就是二级部会中已经有14个已经有人认领，然后我目前有用一个 Google 试算表在整理这些资料，包含说有哪些的二级部会，然后这边有写 idea 就是已经有认领的，那空白的也又欢迎大家如果回去的时候有空的话也可以来认领。那我目前有整理的，包含就是这些部会的各界的委员名单跟他的委员的职称是什么。那目前有留空一个栏位，就是委员的标签，是希望说我们之后可以补上，他是来自于产官学宅界的哪一个，然后我们之后就可以来做一些视觉化，例如说哪些部会的，就是产官学宅4种不同的颜色，它的颜色比较多元，还都只有单一种颜色。那么我们也有在整理说这个部会的会议记录，就是它的什么时候有开过会议，会议记录在哪里？那就希望接下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能够一起来帮忙共比这一份的拆解开放资料咨询小组，然后我们把这些资料都给大家把它填完。那谢谢大家。